you mm -hmm. 嗨，Hi, 欢迎大家回到金斯凯摩 Life。大疆的这个 RS 三系列发布了有几周时间了啊，那我也体验了这款产品啊，那有一些时候了，到底它的性能怎么样，值不值得你去升级呢？当我知道大疆要发布新一代的这个 RS 系列稳定器的第三代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犯嘀咕啊，那。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用的 R S C 二，我觉得已经很好用了。那作为一款稳定器来说，还能提升些什么呢？但是当我拿到 R S 三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款产品在前代的基础上，真正的让你在拍摄的效率上提升了不少。首先，它的这个安全锁扣是自动解锁和自动上锁的。当你开机的时候，各个轴臂的安全锁会自动打开。 那当你关机的时候，它们就会自动回到初始的状态，并且自动锁定所有的这些安全锁扣。你别光看这一点点的提升，光是这一点其实就能节约你不少的时间。那之前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在开机前一一解锁各个方向的安全锁，然后开机。可能当时你这样用下来你也习惯了，你没有觉得这会耽误多少时间啊。那然后关机之后呢，你也需要手动的把稳定器的这个安全锁一一锁定。 你不能做到就是立马开机，然后立马拍摄，或者是关机之后立马走人。那可能因为之前前代的产品没有这样的设计，那你习惯之后，好像你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当你使用 R S 三这个系列之后，有这个自动锁定这个功能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在你的拍摄中，你节约了很多时间，你也没有办法再回到 R S C 二这个系列上去使用了，因为你会发现有这个自动锁定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第二点，虽然说第二代的 R S C 二的大小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但是将它放进我的相机包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大啊。那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不把这个电池可以做一个可拆卸的这样一个设计呢？果然在 R S 三上面，电池就可以拆卸了，这可为我的这个相机包其实腾出了不少的空间。 而且为长时间拍摄的人们提供了额外的选项，那就是你可以其实多备几块它这个电池轮换着用啊。那之前的话呢，你必须必须，比如说用完电之后你要再充电才能再用。现在你有电池轮换着这样用的话，比如说可能十几个小时的拍摄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那前一代的这个 RSC 二，R, 如果你需要稳定器来控制相机啊，你就需要连接控制线。 我实在是觉得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做法，不过好像每次拍摄的时候手去按一下相机啊，你不用它的这个稳定器的这个开关，好像也习惯啊。那但是在这个 R S 三上面啊，大疆这一次规避掉了这一点，终于使用上了这个蓝牙配对的这样一个设计啊。那我们以索尼相机为例啊，那比如说呃，可能索尼相机的这个智能手柄拍摄的这个智能手柄一样，你一旦配对之后，你只要开机。 那相机和稳定器它是自动连接的，那么这个录制键的这个开关你就在你的稳定器上就可以，你就不需要到哪儿你都要带一根这个连接线哈、啊，这个控制线去控制你的这个相机的快门了。那么对于鹈鹕模式的切换呢，之前 RIC 二上面我觉得大疆运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就是把这个大的这个关节打开之后来变形，但是实际上用起来，说实话。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方便啊！那从正常的拍摄变成提壶模式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需要整个停下来啊，然后去把这个开关打开，然后结果你会发现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功能有一点点鸡肋啊。那么 R S 三上面回归到了最原始的这个设计，那就是大疆为这个 R S 三设计了一个手提模式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手柄啊，你不需要停下来变换提壶模式。 啊，直接降低角度，你的手提的这个手柄就好了，这才是一个高效拍摄的该有的样子，你觉得呢？最后，我本人除了这个自动解锁这个功能之外，我最喜欢的也是可以大大增加我拍摄效率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把跟随模式做了一个物理调节的按键在稳定器的机身上。 这可是太美好了！你知道，之前每次切换拍摄模式，你都需要停下来啊，滑动屏幕去，或者是设置这个快捷键去做一个切换，不能说很麻烦，但是没有那么方便。 那 R S 三的这个侧面啊，有三个跟随模式的这个切换啊，分别是平移模式啊、双轴跟随，还有全益跟随。那你在拍摄的同时，根本其实不需要停下来啊，那直接在侧面拨动这个切换按键，直接做到一个无缝的这样一个改变跟随模式的这样一个切换，这一点是太重要了。以上是我们这次大疆的这个 R S 三的一些基本的内容，一键三连和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